过半个月左右，就是旧历过年。为着要给乡亲感受到年节的气氛，三立复兴宫甲社区大学书法班都共同来举办送春联的活动。由书法班的书生伫庙埕现场写春联来送给民众，吸引真侪民众前来参与。李庙峰也表示，过年期间复兴宫有安排真侪闹热的活动，欢迎民众带着全家大小做过来拜拜行春。一透早，西丽凤宫的庙埕就充满热闹气氛。为着要让乡亲感受到年节就要来到的过节欢乐，凤宫和社区大学的书法班共同举办送春联活动，吸引民众排队参与。啊，拜托个！来贴春联，感觉什么款？过年的气氛哦。有啊，到有的学员很写，咱伫遐拍坐啊，嘛是种趣味安尼啊。啊，囡仔拢伫遐佚佗，毋捌拄过这种的吼，第一个拄办这活动安尼，袂歹。你看到老师很牛咧写春联呐，你家己嘛想要学看嘛？想要学啊，因为这老师吼，嘛是去遐上课学的吼，啊，叫我写到这嘛袂歹看吼，咱嘛想要去学看卖安尼。社区大学书画班的学生到顶写春联，唔那是展现出平时练字的成果，也让参与的人了解如何打春联才是正确的。民众也将现写的春联拍伫庙埕做伙欣赏，为活动增添了特别的意义。面对了门的右边，啊，叫。两柄啊，两柄的话，就是我们写这个词句的话，就最后一个字的话是三音三四音的话，啊，重音嘛是在两柄，那么后柄就是轻音，啊，这一声二声。那么我们这个学员在这个地方的话，第一个我们可以训练他的一个临场感，啊，临场的胆识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以后。哦，就是能够写到墨宝方面，那这个写春联的，这个是第一个阶段。庙方也表示，在春节期间有安排一连串热闹的活动，无论是守岁、抢头香、送红包，或者是订花，拢欢迎民众带着全家大小到顶来迎新春。就是除夕天，来甲太平庙守岁，敬太平，啊，然后这个吃红圆，哦，啊，抢头香。安尼啊，这个开运的红包，吼，啊，嘛有妈祖的灯会，哎，真闹热。相信有了这款的活动，我们也是将过节的气氛分享给乡亲，也让大家会当斗阵做伙放松心情，来了解无比丽的水，将收到的春联带返去厝，含厝内的人分享，斗阵快乐迎接新年。记者彭志基参导。